先抖一下。金小小这都靠得很近哦，左右边都互相碰到一点点，又碰到了，啊，又碰到了，好的，粘的很多地方啊，小节节应该是草，哎，足部。但是古代都写草部啊，每一个人都一样，很少人会把它写成足部的。右边要降低啊，这个每个人也都这么写。结冰冰撇得很平，然后写上去以后，这边缩得很窄，这边拉得很长，撇出到细点，压下来，加点膨胀的效果。哦，重按，重按，鼓起来，这就提按粗细，抬起来，细的扭动，停住，喂，喂，这我这个超轻的，超轻盈的，超轻盈的，那你要做心理准备，超轻盈的点。